我问你，我好看吗？觉得我好看就叫一声。盘点成了金的猫与狗。太奶，你看我二奶的楼呢？咋没了呢？樱桃屋啊。咪咪可以帮我找个快递吗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我问你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太大了，这个不能带到床上来，这个不能带到床上来，这个太大了。今年多大了？刚满18岁。肉姨过来，来。哎呀，我操，疯了，我疯了，你真是蠢。扯淡，臭臭不认识我，扯淡。都是节奏乐吗？你俩谁更聪明啊？大点声呀。那谁更乖呀？那谁更白痴啊？牛逼呀。Money， 哎 ，Money， 公主请上车。你好，大头，大头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放回来吧。你在房间什么呀？你在房间偷偷打游戏？你把你爹娘给你绑了，手机，你把游戏给我。哎呦我的妈！熊他，快点，熊他，熊他，快点，熊他。睡醒了，哎，快把嘴闭上，别让人知道你会说话。阿丽，哎，这太恶心狗眼。我不吃，这喝什么？这不符合规矩吗？你要不要脸？那是伟伟的老婆，把手放开。你以为我真不打你是吧？啊，哎呦！更是只觉花花世界只最精密乱人眼。那小宝吃吧，一吃就死哈。这么肥一只，比我家猫都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瘦你瘦。6-3666。来给他们凶一个。跪下。跪啊。你还跟我打架是不是？还跟我打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嘛，你才挖3个，快点挖咯。加油，给你们看看我家狗的执行力啊。走，草莓，来干你爹去。我上本去了，回来我就回来了。滚滚滚，你看你厉害了呀。有件事想跟大家澄清一下，我拍的只是段子，猫是听不懂人话的，是不是思源？